这个生欢喜心呢，第一个他能断出去多少烦恼，啊，他成为圣者了。第二个意思就是决定不堕落三恶道了，所以他心里面很安乐哈。看着批寻记，即正经为一子故等者，此于四正经中为说信正清净啊。这个四正经里面，佛法生戒。现在这个文呢，即正经为一子故，于佛法生，就没有说戒啊，戒没说啊。这个是于四正经中为说信成清净啊，就是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这个戒没说啊，就这样。这个净就是澄清性，这个澄清就是不污浊啊。但是凡夫的时候是污浊，现在得了圣道以后澄清了，所以叫做净啊。是故为说佛法升天啊，料不说戒，实在戒应该在内啊，只是简略了啊。这是啊。这是一正经，一正经，他这样思维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有欢喜。下面第二课，又一自增上生事，即决定事，他也是会生欢喜心。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，又一自增上生事等者，为一增上生道所证圣事。这个增上生啊，就是我们学习世间的善法，不会到三恶道去受苦，只是在人间或者天上去啊，这个长寿安乐的境界，这叫做增上生。好好，这个决定圣呢，就是指我们佛教徒啊。能够学习四圣谛的法门，学习无漏的圣道啊，那转凡成圣了，他就是决定是胜利了。这表示增上生还没有决定胜利，就是他可能，得的阴天的果报结束了，有可能会到三恶道去，他还会失败的。但是要成就圣道以后。决定不失败了啊，所以叫做决定胜啊，这是两样事。这个事还有一个意思的，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，又一自增上生事等者，为一增上生道所证圣事。增上生道所证的呀，殊胜的事情啊。即四名增上生的事，要以决定圣道所成就的圣事呢，四名决定圣事。究竟什么是决定？什么叫做增上生事？什么叫做决定圣事呢？为己身财宝所证圣事啊，这是说出来这个圣事啊。就是在人间天上啊，就是自己本身有很多的财宝，有很多的安乐，那这就是增上生事。要是成就圣道了呢，那也是财宝，这当然是法财啊。你无漏的戒定慧，那就是那也是财宝啊，说是为己身财宝所证圣事，作意思维发生欢喜，所以已经成就啊，这个地现观的人呢，他思维这件事的时候，他心里欢喜啊，快乐了哈、哦。看这个批寻记，为己身财宝所证圣事者，此时前说二事啊，就是前说增上生事。决定圣事，言财宝者，通说圣非圣财啊，就是圣财和非圣财，都名之为财宝，就是圣人所得的圣事，
就姜才说的无漏的界定慧呢，那就是圣才。啊，这个世间上人天所得的那个安乐的果报，那不是圣才啊，那是有漏的事情啊。是名所证圣事，又以无忌基于自身于他一而。下面是第三课，以无忌啊。以无忌就是不嫉妒，这个圣者他没有嫉妒，因此呢，基于自身于他一而。看这辟易的解释，又以无忌等者，如于自身所证圣事，作意思维发生欢喜，依他以无忌故，于他所证欢喜一耳。因为这个圣者他没有嫉妒心呢，所以别人也能得圣道，啊，也成就了无漏的界定慧呢，他心里不嫉妒，也发欢喜心，嗯，所以叫于他一耳，这么解释。这是第三课，下面第四课以自恩分两课，第一课是标，又以自恩为有恩者。自恩是为有恩者，有恩于我的人啊。这恩字啊，这个字啊，实在也就是爱的意思啊，有爱于我的人，念大施恩呢，啊，就是这位圣者他的心里面念呢，意念大施就是佛，佛对于我们呢，真实是爱护的，叫为我们说法来到了世间呢。为我们说法，我们因此而转凡成圣啊！这要感念佛的恩德啊，是念大施恩。而这个恩之当爱来讲啊，这是真实是爱，真实对我们有利益的了。作意思维发生欢喜啊，这个圣者应该是清净心啊，他能这样子去思维佛的恩德，心里发欢喜心啊。这是第一课，第一课是指标，第二课是解释。由于彼故，远离众苦，济于苦人啊。为什么是为佛的恩而生欢喜心呢？由于彼故，因为我们依靠佛陀的慈悲呀，我们才远离了生死的苦。基于生死苦的因就是烦恼啊。引发众乐，济于乐因。由于佛陀的慈悲呀，啊，教导我们呢，啊，为我们说法，才引发出来很多的喜乐啊。基于喜乐的因缘，喜乐的因缘就是我们成就了戒定慧啊。这是第二课啊。如是是为随顺修道欢喜事故。这是结束这一段文哈，如是思维，随顺修道欢喜事故。你这样的思维的结果呢，是随顺修修圣道的事情啊，这不和世间上的人的是欢喜不一样啊，是能够我推动，能够增长自己的道啊道力啊。道念啊，道心，如是是为随顺修道的欢喜事故，便能证得数集通慧，他就有力量使令我们成就数集的通慧啊。这是第一课，现在第二课名普摄意，又此是为随顺修道欢喜事意，广说应知啊，就是在。经论里面说的很广的，但是现在这里应知如所说相，经论里面说的很多应知道，也就像这里面说的啊，出此更无要过要争，盖观其心，微取究竟于宪法中，心即思慕。这是啊。云何出世间一切种清净？这一大课里边呢，分五课。第一课入圣地现观，第二课入圣地现观已离诸障碍，
三入圣地献观仪，为欲正得速机通会，作意思为诸欢喜事。这三科都已经学习过了，现在是第四科，修习如所得道。这个要得圣道，必须要修修圣道的。这里说的所修习的叫做如所得道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正啊。什么叫做修习如所得道呢？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下面第二科就是解释啊，解释的时候分两科，第一科遍修圆满。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变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世所依法，又分四科，第一科是发生欲要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思慕究竟，是为彼如是所生广大无罪欢喜盖观其心啊。未必，就是说那一位禅师啊，那一位修行人啊，如是所生，就是前面第三课啊，所衍生的广大无罪，就是他那个欢喜是很广大的，而且没有过失的，是在戒定慧上啊生欢喜心。这个欢喜心升起以后，盖观其心，就是滋印他现在这一念的菩提心啊，也就是增长他的菩提心了。增长了他的道心呢，又怎么样呢？唯取究竟于宪法中，心即思慕啊。这里这个取，但可以当个求字讲哈，唯求啊圣道的究竟圆满，那就是要得阿罗汉的意思。是于宪法中心即思慕啊，与现在这个圣道法里边呢，心即思慕。他的这个道心呢，即思慕圆满的圣道，就是得阿罗汉道。这里就是啊，有特别殊胜的愿力啊，想要得阿罗汉道。这一课的大意就是这样子。这是第一课，下面第二课呢，要欲除离啊。彼又如是心生思慕，除离要欲，烁烁现行啊。那一位修行人呢、啊，他的这样的呀、啊，这个道心里边呢、啊，升起这样的思慕究竟的心情啊。那、么又以后又怎么样呢？除离。要欲烁烁现行啊，就是啊，除离这个爱见的烦恼啊，特别的呀、啊，想要除离爱见的烦恼，是烁烁现行，这样的心情啊，一次又一次的现起来，就是想要证入啊无所得的额空真如去，得阿罗汉道。不愿意啊，有爱烦恼，有见烦恼。得了出果的圣贤之后啊，他还有啊，应运现起的额外的烦恼，也还是有欲的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他这个要欲除离，要除离这些烦恼境界啊。
但这是啊，已经成就圣道的初果或者二果的人，他内心是这样的，和我们凡夫是不一样。我们凡夫啊，有了烦恼以后，很厌烦烦恼吗？恐怕没有哈。为我何当能具如住？如是胜出如阿罗汉。这个处理要义说说现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加以解释啊，就是说这位圣者他自己心里想啊，我怎么样做，我应该怎么样做，我才能够啊圆满地安住在圣人像阿罗汉所居住住的那样境界呢？这句话就解释这个处理要义说说现行这句话的。看这个毗荀记，广大无罪欢喜者，有寻有思地说。这有寻有思地也是《瑜伽师论》里边的一大段的文。圣才所生乐，无罪喜乐相应，广大遍满所依，此应准之啊。在有寻有思地那一段文说，圣才所生乐，不是世间上的呀，我们凡夫所欢喜的这个才，是得了圣道以后啊，他成就啊无漏的戒定慧，那就叫做圣才。成就圣才之后，他内心里面所生的喜乐啊，是无罪的喜乐。啊，就是没有过失的喜乐。这位圣人的心情的喜乐是与无罪喜乐相应的啊。这个无罪的喜乐是什么样呢？广大遍满所依啊，这个喜乐非常的广大，而且是遍满所依的。所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我们的舍受想行识，他这个喜乐遍满全身，遍满了啊舍受想行识的。这下边呢，临本五卷二页啊，此应准之。这里说的无罪喜乐，也应该按照这句话明白他的意思。这是啊。要欲出离这一课啊，下面第二课是发勤精进。如是欲要生矣，发勤精进，悟见常委，于三十七菩提分法方便勤修啊。这个如是就指前面这一段文啊。欲要生矣，他这个欢喜心呢、啊、现前以后啊，发勤精进，他就发动他的精进力啊，就是悟见常委，就是不间断的啊，相续不断的，很精细的这样修要圣道。前面的科的名字啊，就是如所得道。这个如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如所得道？这上面说出来啊，于三十七菩提分法方便勤修啊。这句话也就是解释前面的发勤精进无间常委的意思啊。就是这位圣者啊，对三十七种啊菩提分法，这个分这个字当因字讲，菩提是果啊。这个菩提的果由三十七种方法成就的，所以叫做三十七菩提分法。这个如所得道也就是这个啊，简单说还就是戒定慧啊。如佛所说的戒定慧，这样修行能得如是道，得这个圣道，方便勤修啊。
这个方便等于是法门了、啊，就是三十七菩提分法的这个法门。根据这个法门呢，精勤地去修习啊，看这个毗荀记，无间常为等者，师所成地说，清净止观为一止故，于所修习菩提分法，勇猛无间，能常修习，能为修习，无懈无怠。这个无间常为这几句话怎么讲呢？师所成地上说，清净止观为一止故。这个见到位之前，就是知量位和加行位，就是凡夫初开始修修圣道，分两个阶级，一个是知量位，一个是加行位。这个知量位就是准备修行的时候，这个加行位就是开始修行了。通常说呢，最低限度啊，成就了未到地定，在未到地定这里呀、啊，修修四念处，修修三十七道品。这个时候所修的止，所修的观呢、啊，都名为清净。这个清净就是啊，可以按两个意思解啊。成就了未到地定的时候，在未到地定里面修止观呢、啊，能调伏，能降伏一切的爱见烦恼，所以所修的止观都可以名之为清净。要是我们呢、啊，也学习止，也学习观，没能调伏爱见烦恼，在那里呀、啊，执着这个定，爱着这个定，或者有其他的虚妄分别，那就不名为清净止观了哈。以清净止观为一止故，就是以此为因缘故，于所修习菩提分法，勇猛无间啊。对于所修习的呀、啊、圣道，是勇猛啊。这个勇猛啊，就是无所恐惧的意思。我们通常说，要早一点起来，少睡的，减少睡眠，这个不可以，那样是令我身体不健康了，那就有很多顾虑，那就是不勇猛了。是勇猛无间，不间断，能常休息啊。什么叫做勇猛无间呢？就是能长时期的修行圣道，能为休息啊。长时间是不间断的意思，同时啊，修行的时候啊，也特别的精细，那叫做能为。你比如修无我观，它不是那么一句简单的一句话哈、啊，它会很微细的、很详细的观察无我的道理哈、啊，所以叫能为修习，无懈无怠啊，不松懈、不懈怠啊，心里面无所顾虑哈。啊，这是灵本十九卷呢、啊，十五页，此应准之。又比如是勤精进故，不与在家出家众相杂住啊。这是第三个心要远离啊。要这位禅师啊，他这样啊精进的呀、啊，勤精进的修行故，不与在家人、出家人呢、啊、相杂住，不和他们在一起住。是习尽边际诸作卧具。那这位修行人呢、啊，他修行的时候啊，他习尽，时时的、啊，他所用的这个坐卧的这些，所需的这些用品呢、啊，是都是边际，很，就是那个不那么优美呀、啊，不是那么殊胜啊，到了边际了，就是到此为止了，不可能再坏了，啊，他穿的衣服啊，
所坐卧的床具都是很普通很普通的哈、是心要远离，他心里面呢就欢喜这样的境界哈、这些我不欢喜那个特别殊胜的境界哈、那么这是、第三课，下面第四课不生喜诸哈、又比如是发生欲要发勤精进要远离矣，他欢喜呀、特别的淡泊的境界哈、要远离不生喜诸，他对于呀、他所修行的圣道，他不我、不生喜诸，说我现在呀、我的欲心不齐了、我的贪心不齐了，我就满足了，他不生喜诸啊，就是对于圣道的爱要心呢是很广大的，是所享受的生活所需的用品呢是特别淡薄的。这是第四个，还下面还有，位于少分殊胜所证，心无喜诸啊。前面说是这个不生喜诸怎么讲呢？位于少分的殊胜所证啊，小小的，所成就的他修行所成就的境界，他心里面不生喜诸哈，心要更圆满、更殊胜，才能够喜诸的。于诸善法转上转圣转微妙处，希求而入哈。这位修行人呢、对于这个少分的殊胜所证心无喜诸，那他希望怎么样呢？于诸善法，对于那无漏的戒定慧也解脱解脱之见的境界、要辗转的呀、向前进步，辗转的特别殊胜，辗转的更微妙的境界，希望到达那个境界再停下来啊，他的心情是这样子。下边是前边是四所依法啊，这下边是无法圆满啊。这个四所依法，就是要欲除离，发勤精进，心要远离，不生喜诸啊。这下面是无法圆满，分四科，第一科是欢喜圆满。由此四法摄受修道，极善摄受啊。由于这位啊修行人呢、他成就了这四种功德，来摄受修道，来增益他的圣道的修行啊。极善摄受，他极圆满的呀、来成就这种功德，即此四种修道为一。如先所说，诸欢喜事所生欢喜，彼尔是修得圆满哈。就是前面这四种修道为一，为因缘啊。如前一段文所宣说的诸多的欢喜的事情，所升起的欢喜心，彼尔是修得圆满。这四法所依，修要圣道。那个欢喜就是圆满了，好，看这个批训记，由此四法等者，如前所说的除离要欲啊，所说的现行啊，欲要生已发勤精进，这是第二法，是勤精发勤精进，勤精进故心要远离，这是第三法。又于少分所证不生喜诸，这是第四法啊，是名啊四法应知。最极损减方便道理烦恼断故，怀得殊胜所证法故，以令喜悦修得圆满。这最极损减方便道理啊，就是他修三十七道品呢、这是最圆满的损减烦恼的法门啊。这样法门的道理啊，
这样修行的道理，烦恼断故。怎么这样赞叹呢？最极损减方便道理呢？烦恼断故，因为这样用功修行啊，能够断灭我们内心的爱烦恼，内心的见烦恼，所以叫做最极损减方便道理。这是修行啊，我们用功修行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静坐的时候看见大莲花了，看见什么什么境界了啊，当然也是很殊胜啊。其中最重要的呀，就是断烦恼。就是你这样用功修止观的时候，你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佛来了哈，看见坐着大莲花来了，当然这是殊胜，但是不如断烦恼最重要。如果你用功修行的时候啊，有很多很多的瑞相啊，你又看见有佛菩萨来赞叹你好啊，但是你烦恼要不没有断呢，还是不及格的呀。要我们应该啊，对修行的事情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啊。最极损减方便道理，烦恼断故。怀德书生所证法故，为什么叫做这个烦恼断？最极损减方便道理，就是怀德书生所证法故，就是你长时期呀、啊、减少睡眠、瑜食质量，很多很多的这些条件呢、啊，你没有白辛苦，你怀得了书生的所证法，就是无我。无我的智慧成就了，你成就这个智慧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断烦恼。所以我修不净观呢、啊，也是很殊胜，但是他不能断烦恼，他只是能够降服我欲，只是把它降服了，他那个欲的种子还在我们心里面呢，潜藏在那里。随时遇见殊胜的，遇见各种因缘，有可能他还会出来活动的呀。你要是成就了无我观，得了无我的智慧呢，这爱烦恼、见烦恼都消失了。所以怀得殊胜所证法故啊，以令喜悦修得圆满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要成就圆满的无我的智慧。那你的喜悦就是到了圆满的境界了。看这个辟寻记啊，最极损减方便道理等者，修断烦恼有九品，别断下下品为最后边。这个有见道的时候有断烦恼的事情，现在说的是修道啊，修道的时候就是得了出国以后继续的修戒定慧呀、啊，这个时候叫做修道。修道还是要断烦恼，就是所断的烦恼一共有九品，有九品啊。这个有九品这句话呢，是地地有九品，比如说是啊，修道的时候所断的烦恼，第一个就是欲，就是见道所断了很多烦恼，但是欲还没有断，就是正得出果的人呢，得了二果的人，他还是有欲，他还是有欲啊，就所以在家居士啊。也能够这样放下多少尘劳，能够修修戒定慧的话，也可以得出国或者得二国。但是他还有欲，其他的烦恼是断了啊，但是欲烦恼还没断。这个欲烦恼是也通于三界，但是这个欲烦恼单独是指欲界的烦恼，欲界的烦恼是分九品。
就是上中下三品，每一品又分三品嘛，就是九品。那么除了欲烦恼之外呀，在舍这个欲烦恼指欲界的烦恼，舍界天无舍界天的烦恼呢，还有他还有还有贪烦恼哈，还有贪烦恼，有慢烦恼，还有无明的烦恼。舍界天无舍界天的呀，都是有禅定的人呢，不说他有嗔烦恼啊，这个嗔烦恼就是放在欲界了哈、啊、这个上界的烦恼就是说明显的说出来有贪着的烦恼，其实这个贪也就是欲，但是所欲的对象和欲界的欲不同，就是他爱着禅定的境界，那就是贪烦恼。还有个慢烦恼，有了禅定的时候他有高慢心啊。还有个无明的烦恼，无明烦恼就是不知道啊，虽然成就了舍界定，成就了无舍界的定，成就了那么高深的禅定啊，他还是会流转生死的，你没能解脱到涅槃的境界，他不知道这件事，那就是无明啊。这些烦恼呢，每一地每一地都分九品，不是欲界地，欲界五取杂局地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每一禅也有九品。无舍界的四空定，也都是分九品哈、啊，所以是九九八十一品啊，这么多，说是啊，是别断啊，九有九品呢、啊，别断一品一品一品的断哈、啊，这个下下品为最后边，就是下品里面分三品，也分上中下，那个下下品是最后边。就是那一品的烦恼啊，是最后边了。是名最极损减，就是这个烦恼啊，完全消灭了，就是最极损减哈。其能断道已有九品，这能断灭烦恼的圣道也分九品哈，是正上上品为其。唯其究竟，是名殊胜所证法哈。你成就上上品的时候，就是断了九品烦恼啊；断下下品的时候，就成就了上上品的道，上上品的圣道。上上品是这个道的究竟，究竟的边际了。这就叫做殊胜所证法，所证的最殊胜、最圆满的。由是以令喜悦修得圆满啊，你要是每一品你断出去了啊，你就生欢喜心，九品烦恼断了，那么你的欢喜也就圆满了哈。言喜悦者，位于除障处所之所生故啊。你这个喜悦从什么地方升起的呢？就是破除这个烦恼的障碍啊，从那个地方升起的啊，是如声闻地说，灵本三十二卷三页啊，那里说的，又修舍断惑品出众，以远离故，怀得清安。这下边是第三颗清安清凉二种圆满啊，又修舍断惑。就是得了出国以后啊，你继续的修修戒定慧的圣道，会断除各式各样的烦恼。这个初种就是烦恼的种子啊，以远离故。你要是断了啊这个烦恼的种子的时候，你就怀得清安啊。这样子呢，就是有两种不同，你得到初禅的时候，这个禅定令你有清安乐，这是一种。现在是佛教徒得到了禅定之后，在禅定里边呢，修消四念处啊，修消三十七道品，能断烦恼。断烦恼的时候又得清安，
那断烦恼就是在禅定里面，禅定就是奢摩陀，在禅定里面修毗婆舍挪的时候断烦恼，这时候又有个清安乐，这是两种了。清安胜故身心清凉，即所舍受啊，如是二种修得圆满哈。这个清安乐现前的时候呢，就是身心清凉啊，身也清凉啊，心也清凉，就是啊，没有了烦恼的时候，有清凉的境感觉哈。是即所舍受，这是即圆满的成就哈。如是二种修得圆满啊。就前面这个这两种，一个清安乐，一个清凉啊，修习圆满了。看这个毗荀记，身心清凉，即所摄受者，觉斋分说，诸无漏食，无小懈脱，名曰清凉啊。诸无漏食，就是圣者断灭了烦恼，没有烦恼了的时候，他的食就叫做无漏食，漏就是烦恼，无烦恼的食。我们现在这个明了心的心呢，是有烦恼的食，就是有漏食啊。我们这个食和烦恼在一起，所以是有漏食。圣人呢，他把烦恼断灭了，他的食里面没有烦恼，所以叫做无漏食。无消懈脱，这个懈脱有消懈脱，有无消懈脱。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那都算是有消的解脱，他们都有断烦恼。但是到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圣道圆满了，他不需要再用功啊，像前三果圣人那样子，所以他的解脱叫无消解脱啊。这个诸无漏是无消解脱，这叫做清凉，还是没有烦恼，烦恼是业恼。没有烦恼就是清凉。灵文五十四卷三页那上说的，今以清安能摄受彼，故说清凉啊。现在这里的文的次第啊，看出来是以清安啊能摄受彼啊，就是摄受彼清凉啊。你得清凉啊，是由清安来的啊，所以能成就彼的意思啊。即所，这叫做即所摄受。下边第四课学位圆满，又持有效金刚预定道究竟故，修得圆满啊。是名修习如说得道。又持有效金刚预定，就是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都是有效，但是金刚预定呢，是指这个。三果最后就是修道的最后边，再过了这个阶段呢，那就是阿罗汉了哈。这个有效指这个阶段的圣人说的。这个金刚预定是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断烦恼的时候啊，你所依止的奢摩陀定。我们刚才也说过。初果、二果的圣人呢，他的奢摩陀就是未到地定；要三果以上的圣人，那就也可能还是欲界定，也可能是啊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为他的奢摩陀定啊。可是到了最后边的时候，就是到了啊阿罗汉的前尼刹那的那个奢摩陀定就叫做金刚预定。这个金刚预定就是不可破坏的意思啊，就成就了这个定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定不是一般的凡夫的境界，是已经成就圣道的这三果最后边的定，里边有定也有慧，那么它能破除一切的爱烦恼，一切的见烦恼。烦恼不能破坏它，它能破坏一切烦恼，所以叫做金刚预定，以金刚来比喻这个定啊。
到究竟果，以阿罗汉的地位来说呢，这个金刚预定已经到了圆满的境界了，说修得圆满，这个圣者到这时候啊，他的定慧都修到圆满的境界了，那么这叫做小位圆满。下面第二课是解是名修习如说得道，就是这就叫如说得道。又此修习如说得道亦广说应知，为世中法唯一止故，能令无法修习圆满啊。有这位啊，这位圣者啊，修习这个三十七大品的如说得道亦广说，那就像啊经论里面说的非常的多的哈，现在应该知道，就是这里所说的四种法为一止，能令无法修习圆满，这就叫做如说得道哈。除此更无要过要争。这《批寻记》的解释，能令无法修习圆满者，如前所说，欢喜喜悦，怀得清安，舍受清凉，金刚预定，这就叫做无法哈。云何正得极清净道，即果功德。前面这一大科是分五科，现在是第五科了哈。正极清净即种功德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正哈。云何正得极清净道，即果功德啊？怎么叫做正极清净道？正德也就如实地成就了极清净的圣道，即果的功德。这句话是问，下边这是正，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，第一课正显正德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变道果等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别变，别变又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极净道果啊，又分两课，第一课举诸烦恼。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乐等未奢啊，位于三位，乐位、苦位、不苦不乐位，为诸烦恼之所随眠，有二种布特伽罗多分所显，一者一生，二者有效啊。这是啊，举乐等未奢啊，位于三位。这个功德这件事啊，在我们修行人来说呢，有三个阶段啊。哪三个阶段呢？第一个是乐，第一有一种是乐位，一种是苦位，一种是不苦不乐位啊。这些乐苦不苦不乐，是我们内心呢于诸境界接触的感受啊。为诸烦恼之所随眠，我们这个乐位、苦位、不苦不乐位的这种角受啊，为诸烦恼，为很多的烦恼随眠。这个烦恼一活动的时候，是在乐位活动的时候，苦位、不苦不乐位活动的时候，就在内心里边呢栽培了种子。种子就是随眠啊，眠这句话呢是对不眠说的。我们不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明了性啊，从做种种分别。眠就是睡眠了，就没有明了性了，就是在那里潜伏在那里不活动了。就这个种子啊，譬喻是随眠。这个种子要活动出来呢，他就有种种的分别了啊，就会去做种种事了啊。所以睡眠是比喻种子啊，是有二种布特伽罗多分所显啊。这个在众生里边呢，属于这两种的众生啊，这个也是多分所显，不是全部的啊。是哪两种呢？一者一生，二者有效啊。一生啊，就是我们凡夫，或者是阴，或者是天，或者三个道哈，这都是一生啊，各有各的业力，各有各的果报，不同的境界。
总而言之，有乐有苦，有不苦不乐，就是烦恼在这个这么多的不同的境地上有种种的活动啊。这个二者有效，第二类众生呢，就不是一般的一生了啊，是什么呢？佛教徒啊，修修圣道，成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这些人。他们这些人呢，也有乐位，有苦位，有不苦不乐位，也还有烦恼睡眠这些事啊。再看这个批训记，位于三位等者，于乐受位，多生言招啊。我们呢，佛教徒哈，不是佛教徒，我们先不必说哈。佛教徒但是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心情啊，就是于乐受的时候啊，多生眼着爱着这个乐哈。当知彼为贪说随眠，你爱着这个乐的时候呢，爱着乐就是贪。这个贪心一动呢，就在心里面栽培种子了，是贪所随眠啊。于苦受为多生正慧，苦恼的境界心里面就怨恨了啊。当知彼为嗔所随眠，这个嗔心这动起来呀、啊，也栽培了种子啊。于不苦不乐为呀、啊，多生颠倒啊，那多数啊也是迷惑的。不知道这里边呢也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感觉没有事情，就是有这个颠倒的这种烦恼。当知彼为此所随眠，说这个人呢在不苦不乐为生颠倒想的众生啊，他为欲此啊栽培了种子啊。如是三受无名畜生啊，这三种受啊就是无名畜生。这个处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身意，接触舍身相位出法的时候就是处啊。这个处的时候，他是心里是清净的吗？不是，他是无明。这无明和处在一起啊，这无明就是啊没有智慧啊，不知道所接触的境界，都是如梦啊如幻，都是毕竟空的境界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这里有很多的过患呐、啊，很多的苦恼，我不知道叫做无明啊。这个无明和这个处在一起活动哈、啊，是故说言呐、啊，一生有效所现哈、啊。这个一生也好，有效也好啊，都有这个无明处的这件事哈、啊。言有有效，不具法故。于一生别啊，总料宣说多分说先哈、啊，这个有效啊，这个人是圣人哈、啊，他不具足一切烦恼，虽然有烦恼，烦恼不具足啊，比如说见烦恼，出国已经断了，他不知道有我所的这种烦恼，但这个是啊，是分别的烦恼。不是啊，应运现起的烦恼哈、啊，他缺少了这样的烦恼。要三果以上的圣人呢，那就没有欲界的烦恼了哈、啊。那么他虽然还有烦恼，但是还不具足，不是所有的烦恼都有啊。与一生别，与我们这个凡夫还是不一样。虽然都有烦恼，但是还是不同的哈、啊。总料宣说呢，多分所现，就是。概料的这么解释，反正大家都有烦恼，凡夫也有烦恼，你圣人也有烦恼，其实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哈。又有二种能发起杂眼品，这下面是第二颗杂眼品色，前面第一颗是乐等畏色，现在说这个杂眼品所属于杂眼品的分两颗，第一颗是略标类啊，又有二种能发起杂眼品啊，又有两种事情啊，也有两种因缘呢、啊，能发起、啊、杂眼一类的事情啊，哪两种呢？一者取杂眼品，二者行杂眼品。这是啊标啊，
标出来这两类啊，下边呢就加以解释。这个取杂缘品，我们在十二缘起里面看呢，是爱缘取啊，就是爱烦恼。爱烦恼啊，就是对于所欢喜的欲境界有爱。这是初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爱烦恼初开始现起的时候啊，爱着欲的境界叫做爱。这个取和爱有一点不同呢，就是爱以后啊，不辞劳倦，四方追求，这时候叫取，还是爱哈。但是这个时候去要取得这一切欲的时候，他不怕辛苦，那时候叫做取，就叫做取了哈。这个爱也是杂缘，取也是杂缘，这个取的杂缘就是严重了啊，这是一种杂缘。二者行杂缘品，我们在十二缘起上看呢，就是十二缘起一初开始的时候是无明缘行啊，无明缘行，叫做行杂缘品。这个行当然是指自有漏业说的啊，就是我们凡夫啊，当然包括我们欲界的凡夫，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也都包括在内啊。那想这个行，我们可以说是欲界的欲行，舍界、无舍界就是不动行了，他们是禅定的境界啊。但是都是以无明为缘的啊，就是不知道啊所做的事情啊，虽然你有你的目的，你愿意做这件事来圆满你的意愿的，但是这件事是有过患的，但是不知道，所以那就叫做无明缘行。这个我们在欲界里面呢，我们可能不做恶事，我们做善事，但是做善业所得的果报也还是有过患的，还是在欲界里面受种种苦的呀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。那么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那些人呢，我们在欲界里面呢，我们可能不做恶事，我们做善事，但是做善业所得的果报也还是有过患的，还是在欲界里面受种种苦的呀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。那么舍界天、无舍界天的那些人呢，他们最初修因的时候也不知道修禅定会得种种的问题的，还是不得解脱的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也就是无明缘行哈，就是行杂缘品，这也是一种眼悟哈。这是略标类啊，简略的标这个杂缘的类别。下边第二课名过患，即为断此二杂缘品，入善说法，毗奈耶识，能为障碍所有烦恼。即为断此，
所以这位修行人呢、啊，他学习了佛法，他是有智慧的哈、啊。所以为断此二杂缘，断出去啊，取杂缘品，断出去啊，这个行杂缘品。这件事啊，我们就念这个文这样顺过去，好像没有什么。但是你要仔细思维，可是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呢？比如说是我们现在的打禅期，我们静坐这件事，你静坐这件事，你能否认你是不是我不是无明原形吗？你能有这个程度吗？恐怕不一定，恐怕不一定的哈。我们刚才说了，舍界是禅，无舍界的是空定，它也是行。在佛法的态度，他们也是无明原形。那现在是断此二杂缘品呢、啊，那就是这位佛教徒他的智慧超过了这个境界啊，就是舍界无舍界的禅定也是无明原形。现在要断，那就是修学佛法的禅，而不是世间禅的。即为断此二杂缘品，入善舍法毗奈耶识。他就来到佛法里来做出家人的、啊、这个不管是出家人在家居士也在内，只要是你相信佛法了，佛法是法毗奈耶、啊、来到佛法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，你就是应该有这件事，断此二杂缘品，你应该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意愿，有这样的行动的、啊，入善舍法毗奈耶的时候，能为障碍所有烦恼。前面这两种杂缘品呢，你来到佛法里边，你想要成就圣道啊，这两种杂缘能为障碍，能障碍你在佛法里面有成就的。就是随呢所有烦恼，就是啊取杂缘品的烦恼，行杂缘品的烦恼啊，它能障碍你。此诸烦恼能为随眠呐、啊，深远入心。这个取杂缘、行杂缘呐、啊，这些烦恼能为随眠深远入心呐、啊，就是能在你心里面栽培烦恼的种子。那个种子不是表面上的事情啊，能深很深的、很远的住到你心里面去啊。就是那个烦恼种子在你心里面栽培了，又能发生种种诸苦。他在睡眠的时候他不动，但是他要动出来的时候就令你受种种苦了。看这皮影记，有二种能发起杂缘品等者，缘起所摄无明即爱，能此能发起二杂缘品啊。缘起所摄，这无明啊也是缘起所摄啊，这个爱也是缘起所摄，都是因缘有的，所以缘起所摄。这个我们说啊，我们一般说无明是怎么有的呢？是说不如理作意生起的啊。这个不如理作意，这个时候啊，不明为无明啊。但是你不如理作意，能生出来无明，所以无明也是缘起所摄啊。这个不如理作意，就是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如幻如化的，是毕竟空寂的，就是执着都是真实的，只有不如理作意。有这样子，你要去分别的时候，就出来无明了哈。所以说无明的这个烦恼还不是烦恼的最初，烦恼的最初是不如理作意哈。这个即爱也是啊，也是不如理作意哈。是此能发起二杂缘品啊，无明即爱能发出两种眼悟的事情，哪两种呢？为爱为缘发起取杂缘品啊，爱缘取，无明为缘的时候啊，发起行的杂缘品啊，无明是行的升起缘因缘啊，这个爱
为取生起的因缘啊。又无明爱能障入善舍法毗那耶，最初正见令不得生啊。要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无明有爱的关系啊，会有什么过失呢？能障碍我们入来到善舍法毗那耶最初的正见。最初的正见的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出这个拔正道一开，那个第一个就是正见啊。这个正见也就是七角支啊，那个宰法角支，也就是出果圣人呢，初开始得到的无我的智慧，那就是正见啊。这个这样的正见就是圣人的功德。是我们的无明，这个取杂缘品啊，爱缘取的杂缘品，无明缘行行的杂缘品，能障碍这个正见的现前啊，能障碍它。是名啊，令不得生，使令你这个正见不能现前啊。是名入善说法毗那耶时。能为障碍所有烦恼，一此烦恼能为随眠深远入心不得离系故啊。这个烦恼啊，一活动呢就增长它的力量了哈、啊、你就不能够离开它的细胞。又此烦恼能生种种诸苦不正即灭故。这个烦恼一动啊，使令我们成就一个果报，或是得因的果报啊，或者是得天的果报啊，是不正即灭，你不能够如实的觉悟那个涅槃的境界啊。那就叫做种种诸苦哈、啊、这是啊第二课名过患。下边呢，这是也是第二课显无余断啊。要能于此无余永断，名为正德极静道果。要能于此无余永断，要是我们呢、啊、修奢摩陀也修毗婆舍那的话啊，就是修止观的话呢，对这两种烦恼啊，能无余没有剩余的把它断灭了，它是永久断灭的，那就是要断烦恼的种子才能永断，这就叫做正得极静道果。看这批评记，要能于此无余永断等者，于善说法毗那耶中啊，有得无消清净自见啊，那得阿罗汉的呀、啊，无我的智慧，于无明爱永断无余。啊，无明断故，于宪法中正慧解脱，就是啊，这无明永断。在宪法中，就现在的生命体中啊，你就成就了慧解脱，就是得到无我的智慧的时候，就是得解脱了哈、啊，解脱了啊。恶知的烦恼的细胞，又爱断故，于宪法中正心解脱。这个爱烦恼断了的话呢，你于现在生命体里面，也就是在你现在的一念心里面，正的心解脱，那就是你得到舍戒四禅了。啊，你要成就未到地定啊，就它里面还有欲哈，这个爱还没断。要成就舍戒初禅。二禅三禅四禅欲界的欲就断了哈、啊、这叫做心解脱，就是这个心就是定，成就定的解脱，上面那个是慧解脱，这是定慧定解脱，是名正德极静道果，就成就了无漏的定慧，这就是极静道果。亦如有寻有师弟弟解释哈、啊、灵本呢九卷十五页哈、啊，所设无小运，所谓戒运、定运、慧运、解脱运、解脱之见运，名即清净道。这是第二科
即清净道。前边是即净道果啊，这里说即清净道。又十无小止所摄无小蕴，在阿罗汉呢所成就的功德里边，总说起来就是十无小止，就是阿罗汉呢所应该学习的都已经学习了，所以叫做无学。这个知就是一份一份的，这里说呢所说十无小知啊，这无小知一共有十份，现在不是说全部的十无小知，只是他所说的一份，为无无小蕴啊，这五份呢也是摄在十无小里边，这个蕴就是集聚的意思。所谓戒蕴、定蕴、慧蕴、解脱蕴、解脱之见蕴，这五蕴。第一个是戒蕴，就是这个大阿罗汉呢，他持戒清净，所以叫做戒蕴。这个定蕴呢，简单的说，这个大阿罗汉一切时一切处他心无动乱，能明镜而住，那么就叫做定蕴。慧蕴就是阿罗汉的这无我的智慧，叫做慧蕴。解脱蕴就是阿罗汉的身口意里边呢，没有一切烦恼的细胞，得大自在了，叫做解脱蕴。这个解脱之见蕴就是阿罗汉他有智慧知道解脱了，叫做解脱之见蕴。另有一个解释呢，就是他明了不解脱的过失，解脱有大功德，所以叫做解脱之见蕴。明即清净道，就是他的身口意有戒定慧的清净庄严，没有烦恼的污染，所以叫做即清净道。这是第二课，下边第三课是诸圣功德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标。又有正得此即净道，离时过时，诸圣所住。那么这就叫做诸圣功德啊。又由于这位阿罗汉的圣者啊，他成就了啊即清净道的关系啊，他远离了十种过时，安住在圣人所住的地方。看这毗心记的解释，又十无小知所摄无小蕴等者，为无小正见，是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、正解脱、正智，是名十无小知。这个论文说十无小知，这个毗云记把十无小知列出来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为无小的正见，正见也就是通达无我的智慧，叫正见。但是在根本智来说，是无分别的，也包括了后得之的有分别，这叫做正见。正思维就是阿罗汉呢
虽然成就无小道，但是他内心里边有的时候入定的时候，他还是思维苦集灭道的道理，所以叫做正思维。这个正语，他成就无小道之后，得阿罗汉道之后，他有的时候他也有语言，有语言他决定不说妄语，妄言其语恶口两舌的事情真没有，他都是符合清净佛法的语言，这叫正语。正业就是他行住坐卧的时候，或者是办大众生的事情，或者是他自己其实的事情，也是一切实处正直而住，所以叫做正业。正命就是他虽然得了阿罗汉道，他也有衣食卧具，这生活所需的事情，这些事情他老老实实的向人祈求，而不会为了生活的事情向人欺骗人的，不会有这种事情，所以叫做正命。正精进，他所有合法的身与意的行动啊，都是不可动摇的啊，所以叫做正精进。正念就是他念这个清净法，清净法门的时候，都能够明了的现前，叫做正念。这个正定，刚才说那个定运的意思，正解脱就是解脱了一切的烦恼，这是正智。这个正智就是通达无恶意啊，为人说法的时候也是从这里发出来的，所以叫做正智。四明十无小智，此中正语、正业、正命是戒运所说。这下边是《批云记》的作者解释这个十无小智，就是这个正语、正业、正命这三条啊，这三支啊是属于戒啊，正念、正定属于定运所摄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精进的是慧运所摄，正解脱、解脱运所摄，正智、解脱之见所，解脱之见运所摄，应知。云何名为十种过失？这是第二课是解释哈，第一课是标诸圣功德，下边第二课是解释啊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辨过失，分两课。第一课是争，云何名为十种过失？这是争。下面第二课是列啊，列出来这十种过失。所谓依外诸运，依外诸欲，所有愁叹忧苦种种恼乱苦苦相应过失。但是没有得圣道的时候，尤其是没得圣道、没得出国的时候，就是依外诸欲，依外边的舍生相为主啊，心里面有种种欲，有了欲的时候也就有愁叹忧苦的这些事情啊，种种恼乱，在欲上啊会有很多的恼乱的事情，内心里面呢有很多的苦啊，很多的苦恼，就是苦苦相应的过失。又有一内不护诸根过失，没得圣道的时候啊，
在我们那里边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，自己不知道保护啊，不护诸根。这个不护诸根，就是诸根有过失。诸根有过失，是由自己的不如理作意生出来的。要是能够有如理作意，那么六根就清净了。所以不护诸根，也就是有不如理作意的过失啊。由不护诸根故，生愁贪嗔啊。不学习佛法，成就啊如理作意的时候，就会有愁贪的这些事情啊。看《毗荀记》，又有一内不护诸根过失等者，当知此由无消正念而得远离啊。要是成就了阿罗汉的时候，他内心里面呢，常念苦集灭道，他有这样的正念，就不会有不护诸根的这些事情了啊。是具足成就六恒住法啊，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，他长时期的安住在不忧不喜啊，安住在清净的境界里边，所以六恒住啊，安住上舍，他心里面呢安住在上舍的境界里边，这个出果圣因呢，也会有舍的功德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有这种功德，但是在四果阿罗汉的无晓啊，他所成就舍的功德是最殊胜的，所以就是上舍。什么叫做上舍呢？无喜无忧故啊，就是他的呀、啊、这个清净心呢、啊，不管遇见什么可爱的境界，是可恨的境界，他心里面不喜也不忧，那就叫做上舍。又有爱为乐住过失，这是第三个啊过失。看这个毗荀记的解释，又有爱为乐住过失者，当知此由无消正定而得。这里说到这个爱为乐住过失，不是指世界上的欲说的，这是得到舍戒定、舍戒是禅、无舍戒的是空定，在禅定上没有爱为啊，是这样的境界啊。这样这个过失啊，有爱为的过失啊，当知此由无消正定而得啊，就是佛教徒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他也知道无舍戒的是空定，舍戒的是禅，也是无常无我的啊，他不在那上啊有所爱着，所以成就了阿罗汉成就的正定，就会远离这个过失的啊。于诸境律无有爱为相应故，又有行住放逸的过失，在下边这个看这毗荀记，又有行住放逸过失者，当知此由无消正精进而得远离啊，于行于住常无放逸故啊。这个阿罗汉呢、啊，这个无晓的圣人呢、啊，正精进，他是长时期的呀、啊，不懈怠啊，所以他能够远离行住的过失，于行于住。这前边曾经解释过什么叫行，什么叫住啊？这里这个住还是应该这样解释，就是入定的时候名为住啊，出定的时候名之为行啊。不管是入定也好，出定也好，他的心呢、啊，
常是清净无染的，所以没有放逸过失。这是两种啊。又有外道不共，即彼个别邪见说其语言寻思追求三种过失啊。这个外道不共啊，就是不共于佛法，单独是外道有这样的过失。什么呢？即彼个别的邪见啊，外道与外道也不完全是一样的啊。但是既然说他是外道，他就是有邪知邪见的。由于他内心的呀、不合道理的思想啊，所发起的语言，发起的寻思，发起的追求啊，也因为他的有邪见的关系呀、都也都有了过失。看这个批评记哈，又有外道不共等者，此中三种过失，皆由外道个别的邪见所起啊。他们呢，一般的邪知邪见，有常见，有断见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邪知邪见，有这个持这个持牛戒、持狗戒、持鸡戒。这些邪知邪见的事情啊，是不共圣道，是不共圣教，是圣教是没有这些事情。当知此由无消正语、正思维、正业、正命而得远离啊。这三种过失啊，由于阿罗汉呢，他是正语，所以和那个语言是相对的。正思维就是那个寻思是相对的，这个正业、正命就是那个寻追求啊相对的，所以而得远离这三种过失。又有以净律边际的过失，看这个批评记，又有以净律边际过失者，当知此由啊。无消正解脱而得远离啊，不依净律边际忘记清净，故第四净律名净律边际。这个依净律边际过失指什么说的呢？当知此由无消正解脱而得远离。无消的正解脱就解脱了一切的爱烦恼、见烦恼，不依净律边际啊，这个阿罗汉呢，不会在净律边际这里、忘记清净故，错误的执着啊，成就了净律的边际的时候，就是成就了舍戒第四禅，也因为那里是究竟圆满了。不会有这种执着，不会有这种错误的思想。第四净律啊，叫做净律的边际，忘记清净论者，知此已得究竟解脱故啊。这个错误的执着啊，舍戒第四禅是清净的，有这种思想的人呢、知此已得究竟故，知道舍戒第四的净律是究竟圆满了，有这样的执着，这就叫做净律边际过失。我想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是只是修奢摩陀的止，而不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，你能避免这个过失吗？我看不能。我看是不能避免这个过失的。是又有缘起所说发起取杂言品过失，又有发起行杂言品过失啊。又有除了前面这是八种了啊，这又有啊，在因缘升起这件事上属于这件事的说。发起取杂言品的过失，就是前面解释过，就是爱缘取
这是一种过失。但是爱和取都是烦恼啊。是悠悠发起行杂言品过失啊。这是和前面的取杂言品性质有差别啊。悠发起行杂言，行是业，取是烦恼啊。就是在业的时候，在你的身口意有所行动的时候，那上面也有烦恼的杂言，但是它有业了，和前面单说烦恼的杂言有差别的，所以这算两种过失啊。看这个毗荀记，又有缘起所设发起取杂言品过失等者，此二过失啊，当知由无晓正智而得远离啊，如实了知杂言因故啊。这个无晓正智就是如实的，就是正确的、真实的明白呀、啊，这是杂言。这个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我们要不深入地学习教义啊，你很难达到这里。你不知道你是错误啊。要与如是十种过失永不相应啊，这下边呢第二课显胜著啊。前边是啊变过失啊。要与如是十种过失，要是这位佛教徒啊，这位修行人呢、啊，对于这十种过失永不相应，这就是不是暂时的，暂时的不相应啊。你比如说是、啊、非佛教徒，他能修禅定成功了，他暂时的能离欲，但是禅定成功的呀、啊，舍戒定、无舍戒定是无常的，要失掉了这样的禅定之后，又跑回到欲界，又有开始有欲了，所以那是暂时的。是要与如是十种过失永不相应，那一定是佛教徒啊。佛教徒啊，学习禅波罗蜜，也学习般若波罗蜜，那能够断灭烦恼的种子。所以要是除灭了以后，永不会再有这种错误的事情了啊。所以叫做永不相应，唯有最后身所应持。但是这个时候还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内心里边呢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烦恼的种子，是永久不会再有这种过失。但是还有你这个身体还存在，你这个舍受显行识的有漏的身体还在哈、啊，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还为那个业力所奢侈啊，它还暂时的存在，还有这个问题。但是这个身体也是最后身了，它要结束以后，不再会有这样的果报了，所以叫最后身所应持。因为这个身体是有漏业所招感的，也还有啊很多的苦哈，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。第二，余身毕竟不齐，这上面是显圣住，显示圣人的境界。前边呢，唯有最后身所应持，那就是有余于涅槃的境界。第二呢，余身毕竟不齐，就是除掉了最后身，其余的时候，就是第二身啊，这个身体是决定不再现齐了，这个有漏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污秽的身体决定不会再现齐了。于最寂静涅槃界中究竟安住哈、啊。这位圣者他弃舍了这个身体以后，他在什么地方住呢？他在那个最寂静啊，这个最寂静，那就是烦恼是动乱的，烦恼的果报也是动乱的。现在到无余涅槃的时候，这两件事都没有了，所以是最寂静，
最寂静的不生不灭的地方，究竟安住，就是圆满地安住在这里哈。一切有情乃至上生第一有者，于彼一切所有有情得为最胜哈。在昧得圣道的这一切有情哈，或者是包括三果圣人在内哈，乃至上生第一有者，上升到飞翔飞为翔天的第一有的人，于彼。